这件宝贝是我几年前在海外旅游的时候古董店里面淘来的。花了多少钱？当时很便宜，大概3000人民币。这两件呢是一个碟子，这是一个粉盒，形式叫雕漆，雕漆多数是以红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11，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11。避世的这种清高的题材啊，这个时代是明晚期、清早期的风格，这个是清中期的风格。可以帮我估一下现在的市场价吗？这两件加一起最低要20万。